农业科学奖，它就包括那个乳牛的这些检验的技术，像这个早期验孕的技术，我们今天也会做一个呈现哦。那验孕的话，如果你早期知道它没有怀孕，我们就可以再去做配种的工作，这样可以节省饲料哦，免得你过了大概两个月之后，它发现哎它没有怀孕了，那这样子我们再去做配种，就浪费了两个月的这个饲料费哦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进展。那另外我们也做的国产鲜奶跟进口鲜奶之间的区隔哦，怎么样去检验这个国产的鲜乳跟进口的鲜乳，让国人清楚知道说哎，哪一些是我们国产的鲜乳，哪一些是进口的鲜乳哦，避免去掺杂等等，这是得到国家农业科学奖，是农业里面最高的这个奖项，这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是我们也得到了国家的新创奖，新创奖是水鹿的团队哦，那水鹿从整个品种的育成，还有整个人工生殖技术的推广，到后面整个鹿的产品的研发，包括鹿茸益生菌，包括鹿骨胶等等这些，那